分你一半。其实我就是想跟你多待一会儿。哇，流星，快许愿！你是不是傻呀？我说什么你都信，这天哪来的流星？你有没有什么愿望？我的愿望就是想好好活着。是不是现在女孩都这么叛逆，动不动就把身世挂在嘴边？我不是叛逆，其实吧，我也有一个不是那么叛逆的愿望，你想听吗？嗯。